通过创新，我们发掘了森林长久以来的秘密，原来树皮之下蕴藏着我们所需的强大解决方案。得益于树木的化学性质，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手段对其加以利用。有害塑料如今能被源自木材的可生物降解替代品取代。我们可以替换电池中的石墨和稀土金属，并创造新的可持续纤维，助力时尚产业重塑。通过技术，我们不断从树木中开发新的可持续材料，从可以治病的材料到为我们提供生活和工作场所并将碳封存的材料。无人机创新正在改变我们管理和保护森林的方式，帮助探测和应对森林火灾，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脆弱的生态系统。森林创新型解决方案，创造更美好世界。